的面包砖一公斤，那我卖生果，我是卖这样子一个盒子40块，那他们自己学啦。当然，他我卖他一个盒子，他没有情况，他有些放这边，有些放这边嘛，但是我也。对吧？对，苏总，所以苏总就想回馈给社会，回馈给这边的人，这样他就是要让大家推广啊。对。对吧？那一公斤可以做成300块，现在才多少？如果我们做成切一公斤300，出完房。1000块了，分了1000块，还是维修很多。对，所以为什么苏总这么有眼睛呢？矮到今天，因为这个不容易矮，前面9年你都必须要空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7岁到9岁才生果，9岁之前你必须等。是他的树龄要在7岁。所以苏总在这边。